报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住宅法修正草案》等案，请宣读一内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住宅法修正草案》等案之审查报告，请宣读。本院内政委员会于105年9月22日、10月20日、11月14日、11月16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并请内政部部长叶俊荣列席说明，另请行政院主计总处等派员列席备询。会议由召集委员赵天麟担任主席。经说明及询答后，进行逐条审查，将本案等并案审查完竣，提起院会公决，另通过附带决议5项，并由召集委员赵天麟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院会讨论本法案前，需经党团协商。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赵委员天麟补充说明。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那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18人拟具《住宅法》第二条及第八条条文修正草案。本案经第二会期第12次会议决议，进附二读，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原以本次会议合并进行讨论。报告委员会，因为本案应尚待协商，我们做以下决议：协商后提出本次会议处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证券交易税条例第二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5年12月5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赖召集委员石宝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除由财政部许部长余哲列席说明修正要旨，并答复委员质询外，同时邀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瑞昌说明该会对修正案之立场，并答复委员质询。另法务部一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财政部及金管会首长说明并进行询答后，旋即进行协商，经充分讨论后完成审查。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赖召集委员释报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赖委员释报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证券交易税条例，请宣读条文第二条之一。第二条之一，为活络债券市场，协助企业筹资及促进资本市场之发展，自中华民国99年1月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暂停征公司债及金融债券之证券交易税，为促进国内上市及上柜债券指数股票型基金之发展，自中华民国106年1月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暂停征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募集发行以证券为主要投资标的之上市及上柜指数股票型基金受益凭证之证券交易税，但杠杆型及反向型之债券指数股票型基金受益凭证不适用之。前项证债券指数股票型基金之投资标的，限于国内外政府公债、普通公司债、金融债券、债券附条件交易、银行存款及债券期货交易之契约。宣读完毕。第二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那么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二条之一，为活络债券市场，协助企业筹资及促进资本市场之发展，自中华民国99年1月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暂停征公司债及金融债券之证券交易税，为促进国内上市及上柜债券指数股票型基金之发展，自中华民国106年1月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暂停征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募集发行以债券为主要投资标的之上市及上柜指数股票型基金受益凭证之证券交易税，但杠杆型及反向型之证券指数股票型基金受益凭证不适用之。前项债券指数股票型基金之投资标的，限于国内外政府公债、普通公司债、金融债券、债券附条件交易、银行存款及债券期货交易之契约。宣读完毕。报员会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奏以下决议：证券交易税条例第二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三案，助产人员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12月7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吴兆吉委员预勤担任主席，卫生福利部部长林奏炎等分别应邀列席说明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询答及大体讨论后，旋即对法案进行审查及缜密讨论。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后，达成共识，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本案于院会进行二读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吴兆吉委员预勤补充说明。宣读完毕。现在请吴委员预勤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助产人员法，请宣读条文第四条。第四条，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卫生福利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宣读完毕。第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二条。第十二条，助产人员职业登记处所以一处为限，助产人员职业应在所在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之助产机构、医疗机构、产后护理机构或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之机构为之，但急救职业机构兼职之员应邀出外执行业务或经事先报准者，不在此限。宣读完毕。第十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增订第十二条之一。第十二条之一，助产人员停业或歇业时，应自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报请原发职业执照机关备查。前项停业之期间以一年为限，逾一年者应办理歇业。助产人员变更职业处所或副业者，准用关于职业之规定。助产人员死亡者，由原发职业执照机关注销其职业执照。宣读完毕。增订第十二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八条。第十八条，助产机构停业、歇业或登记事项变更时，应自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报请原发开业执照机关备查。前项停业之期间以一年为限，逾一年者应于届至日起30日内办理歇业。助产机构未依前项规定办理歇业时，主管机关得禁予歇业。助产机构迁移或复业者，准用关于设立之规定。宣读完毕。第十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34条。
第34条违反第14条、第16条、第2项、第18条、第4项、第19条、第2项、第23条、第25条、第2项、第3项、第28条、第30条或第31条规定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并得令其限期改善；届期未改善或情节重大者，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之停业处分，或废止其开业执照。违反第19条第2项规定者，处依前项规定处罚外，并令其限期将超收部分退还；届期未退还者，按次处罚。宣读完毕。第34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35条。第35条违反第8条、第9条、第1项、第2项、第11条、第1项、第12条、第12条之一、第1项、第15条、第2项、第3项、第16条、第1项、第18条、第1项、第19条、第1项、第20条、第21条、第24条、第29条或依第43条、第3项锁定设置标准者，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并令其限期改善；届期未改善者，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之停业处分。住产员工会违反第11条第2项规定者，由人民团体主管机关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宣读完毕。第35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45条。第45条，住产人员工会之区域，依现有之行政区域，在同一区域内同级之工会以一个为限，但于行政区域调整变更前已成立者，不在此限。宣读完毕。第45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报案会全案经过二读，现由民进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4条，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卫生福利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第12条，住产人员职业登记处所以一处为限，住产人员职业应在所在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之住产机构、医疗机构、产后护理机构或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之机构为之，但急救职业机构兼职之员应邀出外执行业务或经事先报准者，不在此限。第12条之一，住产人员停业或歇业时，应自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报请原发职业执照机关备查。前项停业之期间以1年为限，逾1年者应办理歇业。住产人员变更职业处所或副业者，准用关于职业之规定。住产人员死亡者，由原发职业执照机关注销其职业执照。第18条，住产机构停业、歇业或登记事项变更时，应自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报请原发开业执照机关备查。前项停业之期间以1年为限，逾1年者应于届至日起30日内办理歇业。住产机构未依前项规定办理歇业时，主管机关得禁予歇业。住产机构迁移或复业者，准用关于设立之规定。第34条，违反第14条、第16条、第2项、第18条、第4项、第19条、第2项、第23条、第25条、第2项、第3项、第28条、第30条或第31条规定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并得令其限期改善；届期未改善或情节重大者，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之停业处分，或废止其开业执照。违反第19条第2项规定者，除依前项规定处罚外，并令其限期将超收部分退还；届期未退还者，按次处罚。第35条，违反第8条、第9条、第1项、第2项、第11条、第1项、第12条、第12条之一、第1项、第15条、第2项、第3项、第16条、第1项、第18条、第1项、第19条、第1项、第20条、第21条、第24条、第29条或依第13条、第3项锁定设置标准者，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并令其限期改善；届期未改善者，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之停业处分。住产人员工会违反第11条第2项规定者，由人民团体主管机关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第45条，住产人员工会之区域，依现有之行政区域，在同一区域内同级之工会以一个为限，但于行政区域调整变更前已成立者，不在此限。宣读完毕。
报案会三读条文与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做以下决议：《助产人员法》增订第十二条之一条文，并将第四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及第四十五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四案，公路法第七十七条及第七十八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交通委员会于105年12月7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召集委员陈学生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委员陈学生说明提案要旨，交通部部长贺纯旦等说明对委员提案之处理意见。审查过程中，除交通部外，财政部等亦均派员列席。与会委员于听取主管机关详细说明及询答后，对本案进行讨论，原完成并案审查。院会讨论前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陈学生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陈委员学生补充说明。好，不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本案经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公路法，请宣读条文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七条，汽车或电车运输业违反依第七十九条第五项锁定规则者，由公路主管机关处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其情节吊扣其违规营业车辆牌照1个月至3个月，或定期停止其营业之一部或全部，并吊销其非法营业车辆之牌照，或废止其汽车运输业营业执照及吊销全部营业车辆牌照。未依本法申请核准而经营汽车或电车运输业者，得依其违反情节轻重，处新台币100000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锾，并勒令其歇业。其非法营业之车辆牌照及汽车驾驶人驾驶执照，并得吊扣4个月至1年或吊销之，非满2年不得再请领或考领。计程车客运服务业违反依第56条锁定办法者，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公路主管机关得按其情节予以纠正，并限期改善，限期停止其继续接受委托6个月至1年，或废止其营业执照。未依本法申请核准经营计程车客运服务业者，得依其违反情节轻重，处新台币100000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锾，并勒令其歇业。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违反依第60条之一锁定管理办法者，公路主管机关应予纠正并限期改善，核减招生人数，定期停止派督考，定期停止招生或废止其另案征书。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经废止核准重设或废止另案征书者，原班职及原负责人1年内不得申请设立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未依本法申请核准而经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者，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并勒令其歇业。其非法营业之车辆牌照，并得吊扣2个月至6个月或吊销之，非满1年不得再请领。依第一项、第二项及前项规定吊销之车辆牌照，其汽车所有人不依限期缴回牌照者，由公路主管机关进行注销之。依第二项规定经吊销驾驶执照，其汽车驾驶人不依限期缴回驾驶执照者，一同。宣读完毕。第七十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增订第七十八条之一。第七十八条之一，对于未依本法申请核准而经营汽车运输业、计程车客运服务业之行为，民众得叙明事实检具证据资料，向公路主管机关检举。公路主管机关除应对检举人之身份资料保密外，经查证属实并处以罚锾者，得以实收罚锾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检举奖金奖励检举人。其项检举及奖励办法，由中央公路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
增订第78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由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好，无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77条，汽车或电车运输业违反依第79条第5项锁定规则者，由公路主管机关处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其情节吊扣其违规营业车辆牌照1个月至3个月，或定期停止其营业之一部或全部，并吊销其非法营业车辆之牌照，或废止其汽车运输业营业执照及吊销全部营业车辆牌照。未依本法申请核准而经营汽车或电车运输业者，得依其违反情节轻重，处新台币100000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锾，并勒令其歇业。其非法营业之车辆牌照及汽车驾驶人驾驶执照，并得吊扣4个月至1年或吊销之，非满2年不得再请领或考领。计程车客运服务业违反依第56条锁定办法者，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公路主管机关得按其情节予以纠正并限期改善，限期停止其继续接受委托6个月至1年，或废止其营业执照。未依本法申请核准经营计程车客运服务业者，得依其违反情节轻重，处新台币100000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锾，并勒令其歇业。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违反依第62条之一锁定管理办法者，公路主管机关应予纠正并限期改善，核减招生人数，定期停止派督考，定期停止招生或废止其另案证书。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经废止核准重设或废止另案证书者，原班职及原负责人1年内不得申请设立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未依本法申请核准而经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者，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并勒令其歇业。其非法营业之车辆牌照，并得吊扣2个月至6个月或吊销之，非满1年不得再请领。依第一项、第二项及前项规定吊销之车辆牌照，其汽车所有人不依限期缴回牌照者，由公路主管机关进行注销之。依第二项规定经吊销驾驶执照，其汽车驾驶人不依限期缴回驾驶执照者，一同。第78条之一，对于未依本法申请核准而经营汽车运输业、计程车客运服务业之行为，民众的姓名、事实、检具证据资料，向公路主管机关检举。公路主管机关除应对检举人之身份资料保密外，经查证属实并处以罚锾者，得以实收罚锾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检举奖金奖励检举人。前项检举及奖励办法，由中央公路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报案会三读条文与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有无文字修正？没有啊、哦，啊没有要讲啊，好没有，好，我们做以下决议：公路法增订第78条之一条文，并将第77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5案，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5年12月12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王召集委员荣章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邀请财政部许部长余哲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亦邀请经济部等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相关主管机关首长说明并进行询答后，旋即进行协商，经充分讨论后完成审查。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王召集委员荣章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王委员荣章补充说明。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请问院会有异？哦，没有哦，好，
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依律逐章进行二读。海关进口税则，请宣读内容。第三章章注一。第三章鱼类、甲壳类、软体类及其他水产无脊椎动物修正章注一，宣读完毕。第三章章注一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三章增注二及四。第三章修正增注二及四，宣读完毕。第三章增注二及四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三章。第三章修正第03031932033021033032033031033032033031033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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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
030520-2020-0305-5990-0306-1910-0307-422-0307-4922及0307-5910号等六项之获名，修正第030749-21及0307-4931号等二项之税率，删除第090209-03960-2020-0306-2023-0622-0306-2024-0306-2025-0306-2026-0306-2027-0306-2029-0307-4931及0307-89目等十二目之税号及获名，删除第030809-03090-2023-0606-2025-0306-2024-0306-2020-0306-2021-0306-2022-0306-2023-0306-2024-0306-2025-0306-2026-0306-2020-0306-2021-0306-2022-0306-2025-0306-2026-0306-2027-0306-2028-0306-2029-0306-2030-0306-2031-0306-2029-0306-2020-0306-2031-0306-2022-0306-2023-0306-2024-0306-2025-0306-2026-0306-2027-0306-2028-0306-2029-0306-2030-0306-2031-0306-2029-0306-2020-0306-2031-0306-2022-0306-2023-0306-2024-0306-2025-0306-2026-0306-2027-0306-2028-0306-2029-0306-2030-0306-2021-0306-2022-0306-2023-0306-2024-0306-2025-0306-2026-0306-2027-0306-2028-0306-2029-0306-2026-0306-2027-0306-2028-0306-2029-0306-2026-0306-2027-0306-2028-0306-2029-0306-2028-0306-
03-0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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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290
0306360309 0306360309 0306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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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零三零六三一零零零三零六三二零零零三零六三二九一零零三零六九九零零三零四九四零零三零五五二零零零三零五三一零。宣读完毕。第三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四章章注释。第四章乳制品禽蛋天然蜜未列明食用动物产品修正章注释，宣读完毕。第四章章注释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五章章注释。第五章未列明动物产品修正章注释，宣读完毕。第五章章注释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八章。第八章食用果实及坚果、柑橘属果实或甜瓜之外皮，修正第零八零二一目之货名，修正第零八零二一一零、零八零二一二零、零八零二一二一零及零八零二一二二零号等四项之货名，删除第零八零五二零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零八零五二零一零、零八零五二零二零及零八零五二零九零号等三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增订第零八零五二、零八零五二一、零八零五二二及零八零五二九目等四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零八零五二一一零、零八零五二一九零、零八零五二二零零及零八零五二九零零号等四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八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油料种子及含油脂果实，杂项谷粒种子及果实，工业用或药用植物、除草及饲料。修正第一二一节之获名，修正第一二一一二零一零一二一一九零一二一二一一九零一六一二一一九零一七一二一一九零二五一二一一九零三一一二一一九零四一一二一一九零四四一二一一九零五零一二一一九零五三一二一一九零五九一二一一九零七零一二一一九零九一一二一一九零九二一二一一九零九三七一二一二九九八零号等十六项之获名。删除第一二一一二零二一一二一一二零二二一二一一二零三一一二一一二零三二一二一一二零四一一二一一二零四二一二一一二零四三一二一一二零五一一二一一二零五二一二一一九零一四一二一一九零一五一二一一九零二零一二一一九零二一一二一一九零二二一二一一九零二六一二一一九零二七一二一一九零二八一二一一九零三二一二一一九零三三一二一一九零五五一二一一九零五六一二一一九零五八及一二一一九零六一号等二十三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增订第一二一一五零木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一二一二零二零一二一一二零三零一二一二零四零一二一二零五零一二一一五零零零一二一一九零七一一二一一九零七二一二一一九零七三一二一一九零七四一二一五九九五一及一二一二九九五二号等十一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十二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十三章。第十三章，虫栖植物胶、树枝、其他植物枝叶及萃取物，增订第一三零二一四木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一三零二一四零零号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十三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十六章木柱一。第十六章，肉、鱼或甲壳软体或其他水产无脊椎动物等之调制品，修正木柱一。宣读完毕。第十六章木柱一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十六章。第十六章，修正第一六零四一四木之获名，修正第一六零二一零一零及一六零四一四二零号等二项之获名，删除第一六零四二零二零号之税号获名及税率，增订第一六零四一八木之税号及获名，增订第一六零四一八零零及一六零四一九四零号等二项之税号获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十六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十八章。第十八章，可可及可可制品，修正第一八零六九零二零号之获名。宣读完毕。第十八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十九章。第十九章，谷类粉、淀粉或奶汁调制食品、糕饼类食品，修正第一九零一一零木之获名，修正第一九零一一零零零及一九零五九零三零号等二项之获名。宣读完毕。第十九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二十章木柱一及二。第二十章，蔬菜、果实、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之调制品，修正木柱一及二。宣读完毕。第二十章木柱一及二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二十章。第二十章，修正第二零零五一零二零二零零八九九九二二零零八一九一零二零零九八九四零及二零零九九零二零号等五项之获名。宣读完毕。第二十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二十一章章注三。第二十一章杂项调制食品，修正章注三。宣读完毕。第二十一章章注三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章修正第二一零四二零一零及二一零六九零四零号等二项之获名。宣读完毕。第二十一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二十二章。
第22章饮料酒类及醋修正第220122022及2206节等三节之豁名，修正第220210及220600目等二目之豁名，修正第220190902201000及220429000号等三项之豁名，删除第220290目之税号及豁名，删除第2020902901122902902022902902023202902022022022023202024202025202026202029202030及220290号等十八项之税号豁免及税率，增订第220920291220299及220422目等四目之税号及豁名，增订第2020920291220299921220299129121220299932220299930220299990及220499020号等二十项之税号豁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22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27章目注释。第27章矿物燃料、矿油及其蒸馏成品含沥青物质矿蜡，修正目注四，宣读完毕。第27章目注释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27章。第27章修正第270750及271091目等二目之豁名，修正第270750002710911020及271090号等四项之豁名，宣读完毕。第27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28章章注七。第28章无机化学品、贵金属、稀土金属、放射性元素及其同位素之有机及无机化合物，修正章注七，宣读完毕。第28章章注七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28章。第28章修正第1-6分章名，修正第2853节之豁名，删除第2848节之税号及豁名，删除第281201、284800及285300目等三目之税号及豁名，删除第281101028121020284800201028480020028380090285300028530020285300040及285300090号等十一项之税号豁名及税率，增订第281112128121281213281214281219285310及285390目等十二目之税号及豁名，增订第28112012010285310285310285310285390285390120285390号等十八项之税号豁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28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29章。第29章有机化学产品修正第1-13分章名及第12分章豁名，修正第2939节之豁名，修正第292214目之豁名，修正第292140号之豁名，删除第
290-490-2947-02923-50-293-990-293-99-293-991-293-999 木等八木之税号及或名，删除第293999-290-2941-290-4200-290-4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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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0390092030293920293920293520木等62木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0290092030293920293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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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第二十九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三十章章注三。第三十章医药品修正章注三，宣读完毕。第三十章章注三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三十章目注一及二。第三十章增订目注一及二，宣读完毕。第三十章目注一及二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三十章。第三十章修正第300、320、300、330、330、430、340、343及300、450目等五目之税号及货名，修正第300、320、300、330、301、300、340、300、341、300、342、300、340、300、345、000及300、490、61号等十项之货名。
新竹第300210/300340/300440/300440目等三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300210/300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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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00040 木等十九木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3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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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第三十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一章肥料删除第310310募资税号及货名，删除第3103100号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增订第310313111及310319募等三募资税号及货名，增订第310311100及310319000号等二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三十一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三十七章。第三十七章感光或电影用品，删除第370510及370590目等二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370510000、370590011、370590019及370590090号等四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增订第370500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370500000号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三十七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三十八章目注一至四。第三十八章杂项化学成品，修正目注一，增订目注二及三，现行目注二顺移至目注四，并着作文字修正。宣读完毕。第三十八章目注一至四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三十八章。第三十八章修正第382482募资货名，修正第382482110及382482890号等二项之货名，删除第380850、381230及382490募资税号及货名，删除第380850000、381230100、382230020、382490011、382490012、382490013、382490014、382490015、382490016、382490021、382490022、382490023、382490024、382490025、382490026、382490031、382490033、382490037、382490038、382490041、382490042、382490043、382490046、382490051、382490052、382490053、382490060、382490070、382490080、382490091、382490092、382490093及382490999号等三十三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增订第380853、380852、380859、380856、380861、380862、360869、381233、381231、381239、382248、382248-4、382248-5、382248-6、382248-7、382248-8、382249、382491及382499目等十九目之税号及货名。
增订第3824-9992及3824-9992号等45项之税号或民籍税率。宣读完毕。第38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39章章注二。第39章塑胶及其制品修正章注二，宣读完毕。第39章章注二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39章目注一。第39章修正目注一，宣读完毕。第39章目注一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39章。第39章修正第1及2分章名，删除第390760及390930目等二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390760000、390930010及390930090号等3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增订第390140、390760、390970、390931及390939目等7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390140000、390760000、390931100、390931900及390939000号等6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39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40章。第40章橡胶及其制品删除第40116、40116一、40119、40119二、40119三、40119四及40119目等10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40111600、40111630、40111900、40111900及40119900号等8项税号或名及税率，增订第40117040180及40119000目等3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40117010、40117090、40118010、40118090及40119000号等5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40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44章章注一。第44章木及木制品木炭修正章注一，宣读完毕。第44章章注一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44章木注二。第44章删除木注二，宣读完毕。第44章木注二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44章。第44章修正第4418及4419节等2节之货名，修正第44013、44034、44097二、44097一、44097九二、44097九四、44097五、44084、44213、44141及44239目等12目之货名。修正第44013、40043、4900、4004、9100、44072、4070、4070、4070、9100、4070、9300、4070、9400、4070、9500、4070、9300、4070、9400、4070、9500、4080、9400、4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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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4408-3990及4408-9090等二项之税率，删除第4401-10、4403-10、4403-20、4403-92、4406-10、4406-90、4407-10、4412-32、4418-71、4418-72、4418-90、4419-00及4421-90目等13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4401-10、4403-10、4403-20-10、4403-20-90、4403-920-00、4403-9911、4403-9912、4403-9919、4403-9990、4406-10-00、4406-9000、4407-10-10、4407-10-90、4407-9911、4407-9912、4407-9919、4407-9990、4408-1021、4408-1022、4408-1090、4408-3121、4408-3122、4408-3190、4408-3921、4408-3922、4408-9021、4408-9022、4412-3210、4412-3220、4418-7100、4418-7200、4418-9010、4418-9090、4419-0000、4421-9010、4421-9020、4421-9030、4421-9040、4421-9050、4421-9060及4421-9090号等41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增订第4401-1、4401-11、4401-12、4401-40、4403-1、4403-11、4403-12、4403-2、4403-21、4403-22、4403-23、4403-24、4403-25、4403-26、4403-93、4403-94、4403-95、4403-96、4403-97、4403-98、4403-61、4403-61-1、4403-61-2、4403-69、4403-69-1、4403-69-2、4403-71。4407-11、4407-12、4407-19、4407-96、4407-97、4407-922、4411-23、4411-34、4411-873、4411-874、4411-875、4411-89、4411-891、4411-899、4411-91、4411-91、4411-911、4411-912、4411-919、4411-990、4421-9、4421-91及4421-99目等49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4401、1100、4401、1200、4401-400、4403-1100、4403-1200、4403-2100、4403-2200、4403-2300、4403-2400、4403-2500、4403-2600、4403-9300、4403-9400、4403-9500、4403-9600、4403-9700、4403-9800、4403-9900、4406-1100、4406-1200、4406-9100、4406-9200、4407-1100、4407-1200、4407-1900、4407-9600、4407-9700、4407-9900、4408-3910、4408-9010、4408-1000、零四四零八三一零零四四零九二二零零四四一二三三一零四四一二三三二零四四一二三四一零四四一二三四二零四四一八七三零零四四一八七四零零四四一八七五零零四四一八九一零零四四一八九九零零四四一九一一零零四四一九一二零零四四一九一九零零四四一九九零零零零四四二一九一零零及四四二一九九零零号等48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44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48章章注释及八。第48章纸及纸板、纸浆、纸或纸板之制品，修正章注释及八，宣读完毕。第48章章注释及八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48章。第48章修正第4802节之货名，修正第4802-62目之货名，修正第4802-6120、4802-6210、4802-6220及4802-6290号等四项货名，第4801-0000号之税率，宣读完毕。第48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54章。
第五十四章人造纤维丝、人造纺织材料之扁条及类似品，修正第五四零二一及五四零二零目等二目之货名，修正第五四零二一一零零、五四零二一九零零及五四零二二零零零零号等三项之货名，增订第五四零二五三及五四零二六三目等二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五四零二五三零零及五四零二六三零零号等二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五十四章照审查会议见通过，请宣读第五十五章。第五十五章人造纤维棉，删除第五五零二零零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五五零二零零零零号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增订第五五零二一零、五五零二九零及五五零六四零目等三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五五零二一零零零、五五零二九零零零及五五零六四零零零号等三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五十五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五十七章。第五十七章地毯及其他纺织材料附递物，增订第五七零四二零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五七零四二零一零、五七零四二零二零及五七零四二零九零号等三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五十七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六十章目注一。第六十章针织品或钩织针品，增订目注一。宣读完毕。第六十章目注一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六十章。第六十章删除第六零零五三一、六零零五三二、六零零五三三及六零零五三四目等四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六零零五三一一零、六零零五三一二零、六零零五三二零零、六零零五三三零零及六零零五三四零零号等五项之税号税率及货名，增订第六零零五三五、六零零五三六、六零零五三七、六零零五三八及六零零五三九目等五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六零零五三五一零、六零零五三五九零、六零零五三六一零、六零零五三六二零、六零零五三七零零、六零零五三八零零及六零零五三九零零号等七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六十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六十一章。第六十一章针织或钩针织之衣着及服饰附属品，修正第六一一五节之货名，修正第六一一五二目之货名，修正第六一一五二一零零、六一一五二二零零、六一一五二九一零及六一一五二九九零号等四项之货名。宣读完毕。第六十一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六十三章章注一及二。第六十三章其他制成纺织品组合品、旧衣着及旧纺织品破布，修正章注一及二。宣读完毕。第六十三章章注一及二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六十三章目注一。第六十三章增订目注一。宣读完毕。第六十三章目注一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六十三章。第六十三章修正第一至三分章名，增订第六三零四二零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六三零四二零一零及六三零四二零九零号等二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六十三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六十八章章注一。第六十八章石料、胶泥、水泥、石棉、云母或类似材料之制品，修正章注一。宣读完毕。第六十八章章注一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六十八章。第六十八章修正第六八零二节之货名。宣读完毕。第六十八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六十九章。第六十九章陶瓷产品，修正第一及二分章名，修正第六九零七节之货名，删除第六九零八节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六九零七一零、六九零七九零、六九零八一零及六九零八九零目等四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六九零七一零零零、六九零七九零零零零、
6908-1000及6908-9000号等四项之税号或民籍税率，增订第6907-2、6907-21、6907-22、6907-23、6907-30及6907-40目等六目之税号及或民，增订第6907-2100、6907-2200、6907-2300、6907-3000、6907-3000。零及6907-40000号等五项之税号或民籍税率，宣读完毕。第69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71章。第71章，天然珍珠或养珠、宝石或次宝石、贵金属背负、贵金属之金属及其制品、防首饰、铸币，修正第1至3分章名，宣读完毕。第71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15类列注一。第15类非金属及非金属制品，修正列注一，宣读完毕。第15类列注一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72章。第72章钢铁，修正第1至4分章名，宣读完毕。第72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74章章注一。第74章铜及其制品，修正章注一，宣读完毕。第74章章注一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82章。第82章非金属制工具、器具、利器、持叉及其零件，修正第8205节之或名，宣读完毕。第82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83章。第83章杂项非金属制品，修正第8308节之或名，宣读完毕。第83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16类列注一。第16类机械及机械用具、电机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声音重放机、电视影像声音记录机及重放机，上述各物质零件及附件，修正类注一，宣读完毕。第16类列注一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84章章注一、二及九。第84章核子反应器、锅炉、机器及机械用具及其零件，修正章注一、二及九，宣读完毕。第84章章注一、二及九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84章目注一至四。第84章增订目注一及三，现行目注一顺移至目注二，目注二顺移至目注四，宣读完毕。第84章目注一至四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84章增注五。第84章修正增注五，宣读完毕。第84章增注五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84章。第84章修正第8442及8473节之或名，修正第841430、841510、841581、841582、841583、84601、84602、84630及847350目等九目之或名，修正第841430、841430、841510、841510、841510、841580、841580、841830、846090、846600、及847350000号等11项之或名，删除第842481、843230、843240、845610、845940、846011、846021及847310目等8目之税号及或名，删除第841480020、841810000。842480000、843230100、843290、843240000、845610100、845610090、845690020、845940010、845940090、846011000、846020000、846090010、846020020、846090031、846090039、846040040、846050051、846050059及847310000号等21项之税号或民籍税率，增订第842
四四八四二四四一八四二四四九八四二四八二八四三二三八四三二三一八四三二三九八四三二四八四三二四一八四三二四二八四五六一八四五六一一八四五六一二八四五六四零八四五六五零八四五九四八四五九四一八四五九四九八四六零一二八四六零二二八四六零二三八四六零二四及八四六五二零木等二十三木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八四一四五九二零八四一八一零一一八四一八一零一二八四一八一零一三八四一八一零九零八四二四四一零零八四二四四九零零八四二四八二零零八四三二三一零零八四三二三九零零八四三二四一零零八四三二四二零零八四五六一一零一一一零八四五六一一九零八四五六一二一零八四五六一二九零八四五六四零零零零八四五六五零零零八四五九四一零零八四五九四九零零八四六零一二零零八四六零二二零零八四六零二三零零八四六零二四零零八四六五二零零零八四九二九零七零及八四九三四零二零号等二十七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八十四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八十五章章注三至十。第八十五章电机与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声音重放机、电视影像声音记录机及重放机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增订章注三，现行章注三至九顺移至章注四至十，并修正章注九部分文字。宣读完毕。第八十五章章注三至十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八十五章增注六。第八十五章修正增注六，宣读完毕。第八十五章增注六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八十五章。第八十五章修正第八五三九节之货名，修正第八五二八四九二零八五八八五二八五九二零八五二八六九一零及八五二八六九二零号等四项之货名，删除第八五二八四一八五二八五一及八五二八六一木等三木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八五二八四一零零八五二八五一零零及八五二八六一零零号等三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增订第八五二八四二八五二八五二八五二八六二及八五三九五零木等四木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八五二八四二零零八五二八五二零零八五二八六二零零及八五三九五零零零零号等四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八十五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十七列。列注二，第十七类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修正列注二。宣读完毕。第十七类列注二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八十七章增注四、九、十一、十二及十七。第八十七章铁道及电车道车辆以外之车辆及其零件与附件，修正增注四、九、十一、十二及十七。宣读完毕。第八十七章增注四、九、十一、十二及十七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八十七章。第八十七章修正第八七零一一零、八七零二一零、八七零三二及八七零三三木等四木之货名，修正第八七零一一零零零零、八七零二一零九零及八七零三九零二零号等三项之货名，删除第八七零一九零木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八七零一九零一零、八七零一九零二零、八七零一九零九零、八七零二一零三零及八七零二九零二零号等五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增订第八七零一九、八七零一九一、八七零一九二、八七零一九三、八七零一九四、八七零一九五、八七零二二零、八七零二三零、八七零二四零、八七零三四零、八七零三五零、八七零三六零、八七零三七零、八七零三八零及八七一一六零木等十五木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八七零一九一一零、
870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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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第八十七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九十章章注一及二。第九十章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查精密内科或外科仪器及器具上述物品之零件及附件，修正章注一及二，宣读完毕。第九十章章注一及二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九十章。第九十章删除第900610募资税号及货名，删除第900610000、900609110及900609190号等三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增订第900605920及900609100号等二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九十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九十二章章注一。第九十二章乐器与其零件及附件，修正章注一，宣读完毕。第九十二章章注一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九十四章章注一。第九十四章家具寝具入支持物软垫及类似充填家具未列明之灯具及照明配件照明标志照明名牌及类似品组合式建筑物，修正章注一，宣读完毕。第九十四章章注一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九十四章。第九十四章删除第940151、940381及940600目等三目之税号及货名，删除第940151110、940151190、940381110、940381190及940600000号等五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增订第940152、940153、940382、940383、940610及940690目等六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940152110、940152190、940153110、940153190、940382110、940382190、940383110、940383190、940610000及940690000号等十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九十四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九十五章章注一。第九十五章玩具游戏品与运动用品及其零件与附件，修正章注一，宣读完毕。第九十五章章注一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九十六章。第九十六章杂项制品，增订第9620截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96200000目之税号及货名，增订第96200011、96200012、96200019、96200020、96200030、96200040、96200050、96200061、96200062、96200063、96200090号等十一项之税号货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九十六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报告院会，全案经过二读，现由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那么请宣读经过二读之内容。
第三章鱼类、甲壳类、软体类及其他水产无脊椎动物。第四章乳制品、禽蛋、天然蜜、未列明食用动物产品。第五章未列明动物产品。第八章食用果实及坚果、柑橘属果实或甜瓜之外皮。第十二章油类种子及含油脂果实、杂项谷粒种子及果实、工业用或药用植物、除草及饲料。第十三章虫栖植物胶、树枝、其他植物汁液及萃取物。第十六章肉、鱼或甲壳软体或其他水产无脊椎动物等之调制品。第十八章可可及可可制品。第十九章谷类粉、淀粉或奶制调制食品、糕饼类食品。第二十章蔬菜、果实、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之调制品。第二十一章杂项调制食品。第二十二章饮料、酒类及醋。第二十七章矿物燃料、矿油及其蒸馏成品，含沥青物质、矿蜡。第二十八章无机化学品、贵金属、稀土金属、放射性元素及其同位素之有机及无机化合物。第二十九章有机化学产品。第三十章医药品。第三十一章肥料。第三十七章感光或电影用品。第三十八章杂项化学产品。第三十九章塑胶及其制品。第四十章橡胶及其制品。第四十四章木及木制品、木炭。第四十八章纸及纸板、纸浆、纸或纸板之制品。第五十四章人造纤维丝、人造纺织材料是扁条及类似品。第五十五章人造纤维棉。第五十七章地毯及其他纺织材料附递物。第六十章针织品或钩针织品。第六十一章针织或钩针织之衣着及服饰附属品。第六十三章其他制成纺织品组合品、旧衣着及旧纺织品破布。第六十八章石料、胶泥、水泥、石棉、云母或类似材料之制品。第六十九章陶瓷产品。第七十一章天然珍珠或养珠、宝石或次宝石、贵金属、背负贵金属之金属及其制品、防首饰、铸币。第十五类非金属及非金属制品。第七十二章钢铁。第七十四章铜及其制品。第八十二章非金属制工具、器具、利器、持叉及其零件。第八十三章杂项非金属制品。第十六类机械及机械用具、电机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声音重放机、电视影像声音记录机及重放机、上述各物质零件及附件。第八十四章核子反应器、锅炉、机器及机械用具及其零件。第八十五章电机与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声音重放机、电视影像声音记录机及重放机以及上述各物质零件及附件。第十七类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第八十七章铁道及电车道车辆以外之车辆及其零件与附件。第九十章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查、精密内科或外科仪器及器具、上述物品之零件及附件。第九十二章乐器与其零件及附件。第九十四章家具、寝具、褥之植物、软垫及类似充填家具、未列明之灯具及照明配件、照明标志、照明名牌及类似品、组合式建筑物。第九十五章玩具、游戏品与运动用品及其零件与附件。第九十六章杂项制品。宣读完毕。报告委员会，三读内容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没有。做以下决议：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通过。报告院会，休息十分钟，休息之后继续开会，现在休息。
报案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六案。讨论事项第六案，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106年度预算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于105年11月16日召开决定委员会议，邀请科技部部长杨鸿敦率相关人员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复于12月1日召开决定委员会议进行实质审查，二次会议均由何召集委员新纯担任主席，将本案审查完竣提起院会公决。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推请何召召集委员新纯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何委员新纯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好，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请宣读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预算案。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106年度预算书，依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短处均照列；三、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四、资金运用应依据业务收支及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五、通过决议二项。宣读完毕。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预算案照审查会意见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好，那我们就请宣读经过二读之内容。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106年度预算书，宣读完毕。三读内容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好，无文字修正，做以下决议：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106年度预算案照审查报告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七案，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指挥营业部分，请宣读审查总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将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应分配表及日程分送各委员会审查，附将经济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及所属、司法院及所属、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局等机关陆续函送至106年度单位预算刊物表，函请各相关委员会并案处理。并由各委员会之召集委员担任主席，函请各有关机关首长列席说明、答复委员质询及提供书面资料。本案经各委员会审查结果，内政、外交及国防、财政、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等委员会，其105年12月6日尚未将公务预算部分审查报告送财政委员会，至未及列入审查总报告外，于经济委员会已提出公务预算部分审查报告，由财政委员会综合整理，并于105年12月12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后，完成公务预算部分审查总报告。审查结果如下。一、税入部分审查结果，增列1亿3316万3千元，减列75亿元，增减户籍后净计减列73亿6683万7千元。自应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先行审议单位预算，其涉及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之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均占照列，四、附属单位预算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税入总额占改列为1兆8382亿8871万9千元。
二岁出部分审查结果，共计减列7166万7000元，资应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先行审议单位预算及税及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之国库增拨额等，均占照列。四附属单位预算审议确定后暂行调整，税出总额暂改列为1兆9979亿2385万3000元。三、融资裁员调度部分，编列债务之偿还740亿元，税入税出差短及债务之偿还合共尚需融资调度数2263亿3996万4000元，全数以举借债务予以弥平，均占照列。四、总预算案税入税出审议结果暂行调整。四、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结果，税入税出总额如有差断及经常收支如有不平衡时，送院会处理。五、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先行审议单位预算其税及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均占照列，自附属单位预算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六、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税出正式别部分，随同税出机关别审查结果予以调整。经济委员会审查结果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黄召集委员委责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黄召集委员委责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一、处理预算案之议事程序，按各委员会审查单位主款宣读后，均暂行保留，是协商后我们再行处理。请宣读经济委员会审查结果。一、税入部分第二款，请宣读。经济委员会审查结果，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11项国家发展委员会无列入，第12项档案管理局照列，第17项公平交易委员会改列为1亿4895万4000元，第127项经济部改列为8107万4000元，第128项工业局照列，第129项国际贸易局及所属改列为800万元，第130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第131项智慧财产局，第132项水利署及所属，第133项中小企业处，第134项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及所属，第135项中央地质调查所，第136项能源局，第154项农业委员会，第155项林务局，第156项水土保持局，第157项农业试验所，第158项林业试验所，第159项水产试验所，第160项畜产试验所，均照列。第161项家畜卫生试验所无列数，第162项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第163项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第164项茶叶改良场，第165项种苗改良繁殖场，均照列。第166项桃园区农业改良场，第167项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第168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场，第169项台南区农业改良场，第170项高雄区农业改两场，均无列数。第171项花莲区农业改良场，第172项渔业署及所属，第173项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及所属，第174项农业金融局，第175项农粮署及所属，均照列。宣读完毕。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三款规费收入。第三款规费收入，第8项档案管理局，第101项经济部，第102项工业局，均照列。第103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改列为9亿8331万1000元，第104项智慧财产局，第105项水利署及所属，第106项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及所属，第107项能源局，第123项农业委员会，第124项林务局，均照列。第
125项水土保持局改列为275万元，126项农业试验所，127项林业试验所，128项水产试验所，129项家畜卫生试验所，130项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均照列。131项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改列为235000元，132项茶叶改良厂，133项种苗改良繁殖厂，134项桃园区农业改良厂均照列。135项苗栗区农业改良厂改列为66万元。136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厂，137项台南区农业改良厂，138项高雄区农业改良厂，139项花莲区农业改良厂，140项台东区农业改良厂，141项渔业署及所属，142项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及所属，143项农业金融局，144项农粮署及所属均照列。宣读完毕。第三款规费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四款财产收入。第四款财产收入第12项国家发展委员会照列，本项通过决议2项，第13项档案管理局，第18项公平交易委员会均照列。第146项经济部改列为6亿4472万2000元，第147项工业局照列，第148项国际贸易局及所属改列为13亿6589万1000元，第149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第150项智慧财产局均照列，第151项水利署及所属改列为7001万2000元，第152项中小企业处，第153项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及所属，第154项中央地质调查所，第155项能源局，第173项农业委员会，第174项林务局，第175项水土保持局，第176项农业试验所，第177项林业试验所，第178项水产试验所，第179项畜产试验所，第180项家畜卫生试验所，第181项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第180项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第183项茶叶改良厂，第184项种苗改良繁殖厂，第189项桃园区农业改良厂，第186项苗栗区农业改良厂，第187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厂，第188项台南区农业改良厂，第189项高雄区农业改良厂，第190项花莲区农业改良厂，第191项台东区农业改良厂，第192项渔业署及所属，第193项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及所属，第194项农业金融局，第195项农粮署及所属均照列。宣读完毕。第四款财产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一项，行政院第二目非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库无列数。第7项经济部除第一目营业基金盈余缴库及第二目非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库，暂照列四所属营业基金及非营业特种基金审议确定暂行调整外，其余照列。第9项农业委员会照列。宣读完毕。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七款其他收入。第七款其他收入第12项国家发展委员会，第13项档案管理局，第18项公平交易委员会均照列。第143项经济部改列为3亿6851万2000元，第144项工业局，第145项国际贸易局及所属，第146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第147项智慧财产局，第148项水利署及所属，第149项中小企业处均照列。第150项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及所属无列数，第151项中央地质调查所，第152项能源局，第171项农业委员会，第172项林务局，第173项水土保持局，第174项农业试验所，第175项林业试验所，第176项水产试验所，
第177项畜产试验所，第178项家畜卫生试验所，第179项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第180项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第181项茶叶改良厂，第182项种苗改良繁殖厂，第183项桃园区农业改良厂，第184项苗栗区农业改良厂，第185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厂，第186项台南区农业改良厂，第187项高雄区农业改良厂，第188项花莲区农业改良厂，第189项台东区农业改良厂，第190项渔业署及所属，第191项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及所属均照列，第190项农业金融局无列数，第193项农粮署及所属照列。宣读完毕。第七款其他收入暂行保留。二税出部分，请宣读第二款行政院主管。二税出部分第二款行政院主管第七项国家发展委员会改列为27亿5590万元，本项通过决议57项。第八项档案管理局改列为2亿9974万9000元，本项通过决议五项。第十三项公平交易委员会照列，本项通过决议21项。宣读完毕。第二款行政院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13款经济部主管。第十三款经济部主管第一项经济部改列为2亿3088万1000元，本项通过决议48项。第二项工业局改列为92亿2010万8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8项。第三项国际贸易局及所属改列为23亿7896万1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3项。第四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改列为21亿6476万6000元，本项通过决议6项。第五项智慧财产局改列为15亿3318万元，本项通过决议2项。第六项水利署及所属改列为145亿3453万2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8项。第七项中小企业处改列为42亿4381万8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2项。第八项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5项。第九项中央地质调查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4项。第十项能源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8项。宣读完毕。第十三款经济部主管暂行保留，现在请宣读第19款农业委员会主管。第十九款农业委员会主管第一项农业委员会除第五目非营业特种基金暂照列，四非属非营业特种基金审议确定暂行调整外，其余均照列。本项提案三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114项。第二项林务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31项。第三项水土保持局改列为50亿7113万7000元，本项通过决议24项。第四项农业试验所改列为11亿7245万4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项。第五项林业试验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第六项水产试验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2项。第七项畜产试验所、第八项家畜卫生试验所均照列，第九项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第十项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照列，第十一项茶叶改良厂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第十二项种苗改良繁殖场照列，第十三项桃园区农业改良场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
第十四项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第十五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场，第十六项台南区农业改良场，第十七项高雄区农业改良场，第十八项花莲区农业改良场，第十九项台东区农业改良场均照列。第二十项渔业署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二十四项。第二十一项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五项。第二十二项农业金融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八项。第二十三项农粮署及所属改列为21亿2518万4000元，本项通过决议二十三项。宣读完毕。第十九款农业委员会主管暂行保留。报告委员会，本案各款预算及决议均暂行保留，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本案请苏院长召集协商，做以下决议，由苏院长召集协商，协商后再行处理。现在进行最后一项讨论提案第八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那么本案经第二会期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另定期处理，因为还有1162案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提出本次会议处理。报告委员会，本日会议议程处理到此告一段落。12月20日星期二上午9时继续开会，进行公平交易委员会人事同意权之行使。现在休息。